有心人倡議，在於取消等令同冇得改進，但係真係咩？
巴西关内咗之父，即系关兴就曾经批评，宣传不足先会令关内咗咁多争议，而家越嚟越多人有同感。今年二月，一个从关内咗嘅学生帮俾大叔闹，巴士司机回应。關內座係讓俾有需要嘅人坐，冇寫你個名，唔一定係你坐。事後俾網民激讚，咁屬於咩咧？防疫措施都有先見期，有風何必太悲觀？防疫措施都有改進方法，有風何必咁先記？第三，日報拍咗二篇台草報，日報話關內座好多爭議，今年有幾多單咧？日報冇講，淨係問印象。請大家諗下，港鐵一日有490萬嘅乘客。九班都有275萬人坐，如果關內座批鬥力真係咁強，新年多嚟批鬥事件10000多都少啦。我見九方支持辯題指引誇大咗嘅爭議，我發認為應該公平去睇關內座，要長有兩個。第一，弊處嘅成因係乜嘢？有乜改進以避免？第二，關內座設立嘅目的係為咗車廂安全、服務市民推廣禮讓嘅文化，而家又做咗幾多咧？首先睇下弊處。正如我頭先所講，有風誇大咗關內座嘅衝突同埋弊端。再諗深一層，衝突淨係怪關內座咩？問大家一個問題：人用刀殺人放火先咯，咁究竟係刀同火嘅問題，定係人嘅問題咧？大家係香港人，有感受到過去10年嚟社會怨氣重，分化嚴重。回想一下，網公審就淨係發生喺關內座咩？相反，關內座正面有正面嘅作用，例如刺激公眾討論。近年大眾對公審態度亦都有轉變，多咗反省。这个本身就是社交化的过程，一旦取消关外座，只令到公众再一次失去思考关外文化的空间，对批斗的风气于事无补。第二，从秘书去看，九巴当年是为了配合制衛和政府的无障碍运输去行关外座，车上窄的人多，我们最多逼客，但对于年长、伤残、孕妇来说，很易见稳发生意外。九巴发现推出关外座后的一年，长者在车厢中失衡的个案大减15%。咁説明關外座作為一項車廂安全措施卓有成效，亦都解釋咗點解港鐵會增加關外座。展望將來人口老化，一旦取消關外座，原有嘅利處消失，反而增加車廂安全風險。試問點樣利多於弊咧？至於禮讓意識，近年前指數曾經做過一個調查，發現超過六成嘅中學生認為關外座有助佢哋培養禮讓嘅文化。關外座的確有功勞啊！一旦取消咗會點咧？頭先政方主辯有提到，取消關外座就可以撥亂反正，但係咪真係咁理想咧？我哋睇下日本，當地喺1999年取消關外座，唔讓座嘅風氣卷土重來。日本出名係禮儀之邦，尚且係咁，香港一旦取消關外座，又點樣避免爭來不易嘅禮讓反思同埋文化走翻回頭路咧？綜合以上個點，今日辯題不成立，多謝各位。我哋今日覺得關愛座係一種美德，唔係關愛座去讓位俾人士係一種美德，但係亦都係一種社會責任。咁阿婆，你今日連美德同埋責任都教唔清楚啦，其實美德同埋責任咧，今日我哋今日如果做咗一樣嘢咧，俾人責任，但係美德如果做錯咗，如果做錯咧就俾人賴不負責任，嗰樣嘢即係責任啊。咁阿婆，如果你認為呢個讓座係又美德又責任嘅話，我哋今日先講到你嘅定義不清楚啦。咁係咧，我想問下點解你今日淨係嗰四個位又附上呢個美德同埋責任，其他？但係點解你唔搞到成車都係關外座咧？關外座咧係優先責任，但係唔代表其他座位冇責任嘅。咁應該你搞到成車都係啊，咁啊可以全部人所以又美德又責任咯。因為關外座係警醒啲人去讓座，而唔係佢係作為一個。我想問下你警醒啲人讓座嘅原因係乜嘢咧？係警醒佢哋咧，係驚俾人批題讓座，定係因為真係出於禮讓而讓座咧？係出於禮讓而讓座。點解有方同學？佢見到個標誌，你會知道原來我需要讓座啦。呢個係我有方同學認為話，我見到個標誌咧就知道我陣間如果坐呢個位咧就會俾人公審噶啦。咁我想問下方同學啊，點解我哋今日根據將你除咗嘅數據咧，點解80%嘅青少年咧都係唔夠膽坐呢個關愛座咧？佢哋唔夠膽坐，因為對關愛座有誤解。佢哋認為關愛座係專座，但係關愛座嘅設計者鄧謝貴興曾經講過，佢係一個讓座嘅行為，而唔係一個專座。點解唔係一個專座嘅行為咧？佢唔係一個尊重，唔係尊重，好嘛？咁我咧今日已經完全咁同你講啦。其實咧呢一個
快餐店裏面咧，即係一個非繁忙時間有效，但係其實非繁忙時間咧，我哋都見到非繁忙時間有效，咁係咪有效？有分忙同你講住啦，我問你批頭時間有幾多單？但方糖咧今日喺度專我哋咧話我哋講唔過去，但其實你今日見到快餐店有分忙批頭時間究竟有幾多單先可以數出嚟？有分忙我哋點樣同你講有幾多單咧？我哋今日係咁啊，其實有分數唔到啊。咁我想同你講啦，原來咧十年港鐵人次有成180億人次喎，雖然十隻手指批頭時間都數唔到，但係反映你所講咩啊？係大城小景，冰山一角咧。點解淨係香港有呢一啲例子，我哋就數出曬出嚟？我哋今日見到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文化，其實都有呢一啲嘅關愛座本質有香港嘅關愛座唔同啦，關愛座係咪喺同唔同嘅環境下係咪可以類比咧？有分行是可以類比的，因為關愛座本身根本就是關愛座本身是指定的。好啦，我問你，關愛座取消之後，批頭文化是不是可以誒冇咗？唔係，咁你點樣證明關愛座批頭文化的成因？有分行，我哋今日就係、是、你就係咁樣睇表面咯，淨係見到啊有冇關愛座都淨係有批頭，但你今日見到本身是乜嘢？有關愛座批頭咧，其實就是針對一件。一針對坐關愛座嗰個人啊嘛，唔係針對件事啊嘛。但係今日冇坐關愛座嘅話，其實我哋針對嘅係成件社會方面唔讓座嘅問題。方糖你今日太今日有方糖就係目光咁狹窄。好啦，其實有方已經承認咗啦，關愛座根本就唔係批頭文化嘅成因，只係你哋講唔出。我問你啦，關愛座嗰度咖啡店用紙巾霸位可以批頭，辦公室同事唔換水可以批頭，咁點解你仍然認為關愛座係批頭文化嘅成因咧？因為我哋從來冇講過話，我哋今日關愛座係要改善呢個批頭文化。但係今日見到咁，你真係有方程今日事實，大家成敗。
陣先，睇下專業人士點講先。嗱，餐飲聯業會會長咧，立國安臣同我哋講過咧，話快餐店嘅幫忙助咧，措施可取，係幫助到有用有需要嘅人士㗎。咁其實咧，有方唔明白都好正常啫，因為有方冇同理心啊嘛。假設你係一個傷殘人士咧，咁只要咧你入去間快餐店度，想揾個位放輪椅，又揾無位放，我見到個關愛仲可以俾你放輪椅，你又知道佢有幾次求你嘅需要啦。好啦，我哋講到而家咧，個人無必審證明關愛座快餐店嘅關愛座咧係有保留價值嘅，呢啲嘢取消咗，點解會點解唔係弊大於利咧？不過啦，有方仍然關心交通工具嘅關愛座多啲，咁我方就同你討論啦。有方咧就質疑關愛座係批鬥咗創新工具嘅高手，咁不如我用個例子答你啦。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蘋果日報嘅留言咧？如果你淨係讀蘋果，你會以為香港人就係一群用粗口批鬥，種族歧視、見人死會慶祝嘅人，但好明顯香港唔係咁噶，正方面就係犯咗呢個以偏概全嘅錯誤咯。我方轉變提高啊，港鐵十年嘅總乘客量有180億人次，關愛座佔車廂座位嘅5%，換言之啊，十年落嚟有9億個關愛座嘅衝突機會，就算係1/1咁發生啊，照計都應該數到有90000宗。但關愛座嘅批鬥事件咧，有方就話有10000多宗啦。但係我想問啦，數據從何而嚟啦？咁相信我方睇到嘅資料咧，就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啊，係咪反映有方今日講緊嘅係冰山一角咧？好啦，再講下有方犯嘅第二個錯誤啦，佢就係因果調轉咗，有方將關愛座講成因，網絡封鎖講成果。事實上，關愛座係一塊鏡，佢反映出網絡封鎖呢個問題，但佢唔係導致網絡封鎖嘅原因啊。查實網絡封鎖事件要數隻手都數唔盡㗎，500蚊人情太少可以封鎖，女網民用紙巾霸咖啡店座位又可以封鎖，咁係咪要取消咖啡店咧？明明就係網絡封鎖有問題，點解要讀批鬥關愛座咧？就算我方讀10000部，淨係睇有方講嘅批鬥事件啊，有方都唔使咁悲觀住。市民咁關心關愛座，除咗可以刺激網民討論，更加引導到香港市民反思乜嘢叫做正確啊！事實上，網上風氣已經改善緊啦，放上網封鎖已經唔再佔據道德高地。好似我上面提到嘅紙巾爆女事件啦，事件中嘅主人都想封鎖人哋，但係反而最後俾人鬧無知。如果取消關愛座，只會扼殺咗香港人嘅反思風格，對社會文化毫無增益啊！講咗咁耐，結論就係有方講嘅弊得成弊，係誇大咗取消係嘅利處，唔中意令人信服啊！有方今日啊，拿出嚟話要撥亂反正啊，我方都支持㗎。但係撥亂反正係咪等於取消咧？唔係啊，只要我哋完善關愛座嘅措施，一樣可以撥亂反正啊！如果有方想正立辯題咧，就請你證明點解關愛座唔可以完善，點解唔可以仿效台灣，點解唔可以仿效韓國，貼一個關愛座貼紙，咁樣俾你辨識到邊個係有需要嘅人士咧，而係直接去取消。點解要咁武斷咧？有方點解你唔肯俾機會關愛座？點解唔肯相信關愛座完善咗之後唔係利大於弊咧？多謝。一停半著就位答好，嗱釐清翻劉峰今日嘅立場先。今日峰和你而家全地音樂台嚟講話，我哋有個數據咧，10000多宗。美德咧就係、是，如果我做係冇美係讀冇對錯之分，但係如果責任咧就係、是、有對錯之分，唔做我哋就會俾人話係不負責任啊嘛。有方台今日連面對讓座嘅讓字都理解得唔清楚，讓係指禮讓，唔係指權讓，我哋唔係必須要讓個位出嚟。咁我想問下啦，如果我哋今日唔讓座，係咪又會俾人話係不負責任咧？其實好可見啦，我哋今日讓座係一種美德，而唔係一種責任啊。如果你今日讀中呢個讓座係一種責任嘅話，其實都係會令到呢一個讓座嘅人等級化，即係坐喺關愛座嘅人就有責任讓座，坐普通位嘅人就冇咁大嘅責任去讓座啊嘛。嗱，就算我方今日退1000步啦，當讓座都係一種責任啦，一種責任我唔負責俾人鬧，係違反咗社會嘅道德嘅話，咁點解今日有分行唔選擇將成個車卡都變成一個關愛車卡咧？咁當然啦，其實今日最不負責任嘅係有方同學，只係俾4個位有需要人坐，只係俾4個人咧去負責任嘅時候，完全顧及我哋今日有需要人士嘅需要啦。第二啦，餐廳係咪都唔應該取消咧？今日方同學咧今日就係睇唔到關愛座嘅大家個關愛座裡面嘅成效啊！我哋今日繁忙時間裡面係咪真係有人嚟咧？其實大家都係照坐啫嘛，就算你坐咗落去啦，個托盤都遮住咗呢個關愛座標誌啦，冇人知道，冇人理到呢一個係關愛座。嗱，就算啦，我哋今日咧喺度食緊飯啦，有個傷殘人士嚟到，我係咪就未食曬，跟住就俾個張台佢咧？如果我係等緊位，見到同學突然間走埋嚟，我咪一定要讓張台俾佢咧？嗱，其實咧，餐廳嘅台
藥方今日同我再將兩樣嘢混為一談啦。跟住藥方同咧就同我哋講話，啊其實酒吧其實都有減少意外，有點解我哋唔可以減少呢？但其實我哋今日咧就係見到巴士事故多啦，所以佢做咗好多嘅改善措施先減少意外嘅。之後方同咧就見同我哋解釋啦，多謝各位。对人、对事批评你，点解唔让座？当你唔系冇坐普通座嘅时候，我哋系批评
如何正確使用班外座。但我方今日宣傳嘅係咩？要人人識得讓座，方華你今日見唔見到咧？咁其實我方都好希望香港市民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以讓座，但問題就係而家嘅香港市民暫時仲未有呢種良好嘅風氣，所以先需要做嘅班外座去提醒佢哋讓座啦。咁我想問下有班同學，我想問班外座有冇得改進？咁我今日提醒緊關愛座嘅人，如果唔讓座俾人批鬥，定係提醒緊佢哋應該要共同讓座咧？有方同學，你唔好再回答我哋問題，我哋問咗你咁多次，加強宣傳，點解可以消除關愛座？只問到關愛座嘅誤會，你哋一次都冇答過啊！咁即係方同學覺得唔使加強宣傳，係咪啊？我哋認為就係要加強宣傳，例如問宣傳可以揾啲得閒小姐咧，再打條廣告，咁樣咪可以就消除誤會咯。咁即係方同學今日有宣加強宣傳就夠啦，已經唔需要關愛座係咩意思？咪就係加強宣傳關愛座咯，方同學。今日有方加強宣傳關愛座，宣傳嘅根本唔係人人讓座，而係宣傳嘅咁樣。我哋今日點樣用呢個關愛座？我哋兩方雙方嘅宣傳根本係唔同噶嘛。有方同學，你哋明顯對我哋所講嘅誤有誤解啦。我哋講嘅係加強宣傳關愛呢件事情，而唔係加強宣傳關愛座。我想問下關愛座咁如何達至宣揚關愛咧？例如我係可以將關愛座上面嘅四個公仔轉成。三手曬嗰四個公仔專程請讓座給有需人士，而且巴士關愛座上寫嘅都係請讓座給有需人士，而唔係請讓座。咁方台咧今日就已經好明顯同你講話要取消關愛座，同你講話搣走曬，而且今日真係要取消關愛座啦。跟住咧同你講話，其實貼翻啲嗰啲請讓座俾有需人士，咁其實同我哋而家做啲廣告貼喺海報啲有乜嘢分別？你聽清楚我哋講嘢，我哋唔係要搣走曬啲貼紙，我哋係要改個貼紙，將嗰四個限制咗啲人讓咗俾邊個嘅嗰個公仔，就改成有需要的人。咁即係話，你只要覺得自己有需要就可以去坐啦。如果你俾人質疑，就可以用禮貌同溝通同解釋翻。咁同而家咩分別咧？而同而家嘅分別咪就係而家嘅關愛座局限咗要嗰四種人咯。但係如果我哋轉咗俾係有需要人士咁，咪徹底解決咗有方同學所講嘅問題。但係而家啲關愛座都係俾有需要人士坐。好啦，有方我哋唔好拎個問題住，我問你啦，點解有方覺得關愛座市民對關愛座嘅誤會係冇得釋除嘅咧？方我哋而家要整啲靚靚貼紙，而係教所有人佢要讓俾所有需要嘅人士咧。咪就係透過啲貼紙教導市民係社教化嘅作用啊！有方你唔明咧？有方我哋點樣如何透過貼紙去教社教化咧？我哋咪話透過貼紙讓咗啲人需要嘅人士先係嘅。10年總成效率，計埋5%嘅關愛座，就算有1%嘅機會起衝突，
會應該有減慢因為批鬥風波。事實喺幫我再係衝突嘅機會，連一千萬分之一都冇。就算我同有科講批鬥事件嘅嚴重情況，咁一個政策執行過程當中一定會有適應期，咁一定會有反對同支持嘅聲音啦。你唔可以因為呢啲咁少反對嘅聲音就去否定呢成個嘅政策。第二句要信咩有方嘅詞語就係天道因果。有方就話怪幫我再牽連攻守風氣，但我都已經提出價低電用資金百位可以攻守，500蚊日程攻守，連10蚊利是都可以攻守。怨氣深，矛盾分化，根本就係而家嘅社會現象，而唔係由幫我再而生。有方以為取消幫我再就可以緩和攻守風氣，只係於事無補。第三個要送俾有方嘅詞語係唔俾機會，取消係幾時早，冇得救嗰陣，就係今日有方全場都冇證明。但幫我再一定係醒正，冇任何嘅改進空間。我方可以堅定用九班幫我再支付謝桂卿，説明佢無後悔次幫我再借埋遠宣傳太少。運輸署都識講明星拍宣傳片，喺港鐵同埋巴士站入過夜播。咁點解幫我再連呢日都未做好呢？有方同學又話幫我再原意好，但佢已經變咗質。咁其實佢仲有改進空間啊嘛。咁既然市民對幫我再有誤會，咁我哋就應該加強宣傳同埋教育啦。而且而家嘅公審風氣已經自我修正緊，唔係只係一面倒向批評被公審嗰個人，證明而家嘅情況係改善緊嘅。當有方將公衞處嘅弊處誇大，亦等於將取消公衞處嘅利處誇大。當有方無視公衞處嘅利處，自然就以為取消公衞處係冇損失嘅。當有方呢兩點都出曬錯，咁自然取消公衞處係利大於弊嘅講法亦都站唔住腳。而家等我講下有方點樣無視取消公衞處損失。第一，我方一直重申，公衞處喺保障車身安全同埋雙鍵共融係有成效嘅。我方方面已經提出，留法公衞處令到長者車身意外嘅機會大減啲成本。面對人口老化，取消公衞處對長者單單有需要人士嚟講，絕對唔係利多於弊，而且違反無障礙嘅文明社會精神。港鐵亦都聰明幾點，甚至將公衞處增加咗一倍，仲清楚咁樣指出係應乘客嘅要求。如果幫我做真係有有方嗰度又咁一文不值，又點樣解釋港鐵嘅決定呢？有方一直都冇答到。第二，取消咗幫我做，市民會失去反思嘅機會。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今年嘅幫我做風波，大部分已經唔係一面倒指責被攻審嘅人，而係會提出更加多嘅角度。取消幫我做，隨時令到得來不易嘅幫我文化倒退，咁樣係有前車可鑒噶。我方一早提及日本嘅例子，取消電鐵優先席之後，唔讓座嘅人反而增加咗。連有禮儀之邦之餘嘅日本都係咁，香港又會點呢？所以即使就交通工具幫我再而言，取消都係利處有限，損失唔少，便係難以成立。我仲要提醒下大家，幫我再唔係巴士港鐵專有，取消快餐店幫我再點樣利大於弊，日方都係始終冇正面回應，係冇盡全面審題指責。最後我想送俾日方住下一句，就係我真係得誤，還幫我再一個公道，亦都還幫我再一個機會。出於自愿嘅，但今日關愛座上面出現批鬥，
出現批盪，讓座出現批盪就違反咗可以自娛自娛嘅呢個原則，令到讓座有先後次序之分。而通常咧就令到關愛座咧係變成有責任之分嘅，即係代表普通座嘅人冇關愛座嘅人咁就需要去讓座。而請入風堂，請你我唔明嘅同學啦，你話作為警惕，咁點啊？請問點樣去用四個位警惕四個位嘅座嚟去警惕全個車廂嘅人都要讓座咧？嗱，講到尾，咁同學咧今日幫到亦能夠令到人讓座，即係個四個位幫到人都係指四個位。嗱，翻學就開始話要宣揚呢個讓座文化，根本就背道而馳。而再同阿楊方同同楊方講問題，高審嘅問題，咁同我同你講話問你好多次問你有幾多嘅數字，其實方同根本唔重要數字，咁同我講咧，只要全世界人批到關愛座就已經要就要取消啦，所以方同講我哋舉出嗰啲台灣嘅例子啊，香港例子根本唔足夠唔重要，但方同呢啲唔係冰山嘅例子，呢啲係全球發生嘅例子，而且今日批到應該一單都唔應該發生，點解啊？因為今日關愛座本身原意就係要關愛他人，幫人。本身不應該有爭議，所以關愛座設計本身就不應該被人爭議，被人批鬥，應該被人公審。有同學請你不要將在關愛座出現的批鬥文化、批鬥情況去合理化成件事。而今天同學講話，就算我關愛座都好，都會有批鬥的情況嘛。但方同學，今天我主一意見，我主一意見都要同你講過話，喺有關愛座情況，批鬥的是人，唔係件事；而冇關愛座批鬥件事，唔係批鬥個人。換言之，喺呢個情況出現會導致咩問題？就導致普通座嘅人覺得佢冇咁優先去讓座，所有嘅讓座責任只會落喺嗰啲普通人身上。公審情況要多咗，因為多咗嘅俾人戰罵，俾人打啊嘛。但相反，我方見到取消咗關愛座，正正能夠去釋放呢啲空間，令到佢哋唔使驚咧，唔敢坐而去留空嘅座位，能夠去避免浪費資源呢個問題。而再同方同學講教育。我今日咧，今日係講方法，點樣去宣傳，點樣去教育咧？咁我頭先同你講話，唔應該少少聲音而取消關愛座，但自由辯論自由同你講咩？因為少少聲音，我哋可以改進噶嘛？點樣改進啊？原來就係貼貼紙去加啲裝飾，令佢靚啲。同有分同學當初有關愛座嚟去輸入呢個讓座文化，根本就唔一樣。有分同學咧，今日同你講緊改進十年空間，原來分同學淨係諗到原來係貼貼紙，咁同取消關愛座同我方一樣，去多啲宣傳海報，多啲業得閒去嗰啲嘅宣傳片，依家咪更加好嘅方法咧？其實今天大家其實講到尾咧，大家可以望後面嗰個壁布入面寫住禮，係一個中華嘅美德與禮嘅同行。而今日讓座正正一個禮嘅表現，但唔應該成為一個責任，唔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唔應該為咗驚而去搶空座位，被逼讓座或者去唔搶座位。而比賽都差唔多完啦，大家搭巴士、港鐵翻嘅時候咧，都會見到關愛座存在。我希望大家就算坐普通座定係關愛座都好，今日開始呢個場比賽之後，如果有需要嘅人都能夠去伸出援手，真正幫。再班有需要的人，多謝各位。情況變化時間係4分零秒，小時再扣分，會吹嗰一段落，請大家留喺最後嘅時候啦。其實點講咧？即係我會覺得喺度拗
公義咩？其實你唔會得到共識出嚟，咁我覺得係冇必要去拗佢啦。咁第二個就係嗰個填字嘅問題，即係你哋講下講到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要話，原來我要將嗰個填字咧改成咩人為我走位，我唔記得啦。即係你要講到詳細自己點樣改個填字，但係我又個人覺得就係今日對面都有啲論點咧，係唔單止你點樣應對佢嗰個填字點樣改咧，你都會有啲嘢係需要另外應對，你唔係用個填字就應對到嘅。反而個填字係咪真係幫助你可以？消除到對面嘅一啲攻擊咧，其實未必嘅。所以有時你要自己思考下，即係需要嘥咁多時間講到咁詳細啦。咁第三樣嘢就係嗰咩大快活事件，就係嗰啲係非繁忙，係啦，呢、這個就係正方嘅。正方咧有一個位咧係咪二線者一副唔記得咗啦？就講咗段咧，就講咗個情景，就係啲人非繁忙時段點樣用個張款遮住嗰啲標示啦。咁我覺得幾乎明白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其實我都大致理解到啲。大快活嗰個關愛座咧，其實真係好明顯嘅，我個人覺得就唔需要去到用咁多時間去真正回顧佢情景出嚟，因為我覺得都算理解到嘅。咁呢啲就係一啲我覺得唔需要拗好多嘅位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另一個我覺得拗唔到有定量嘅位，但係大家用咗好多時間拗就係、是、一邊就話啲人唔夠膽再先唔坐嘅，一邊又話唔係佢出於真心再先買樣嘅。咁其實基立場唔同，你哋兩邊唔會有共識出到嚟。咁但係你哋不斷拗喎，我就會覺得就係、是。有少少浪費咗你其他啲可以更加值得推論嘅位置啦。咁正方嚟講嘅話就，其實我個人覺得咧，你完全係冇需要同佢跳落去咁細嘅話去講嘅，因為本身其實我係幾欣賞你嘅轉變嘅結構同埋主線嘅，我都幾清晰嘅。就係、是、因為我個人覺得你哋本身根本行就係一個大愛路線，就係啲理念優先路線啦。你哋覺得其實無論今日喺鬥事件嘅細節係點都唔緊要，因為本身根本就應該呢啲樣樣嘅需要唔存在叫優先。先治罪啦，又或者覺得應該出自於一個自發內心嗰樣嘢噶嘛，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你係企住呢個理念嘅話咧，咁其實你冇必要跳得好細緻去追一啲批鬥事件嘅具體係點樣咯，因為我會覺得就係嗰啲批鬥事件無論係啱定錯都好啦，咁如果你係根據你嗰個優先雖然存在優先治罪嘅話，咁其實個批鬥事件係點唔影響你個論點成唔成立，所以我個人覺得嘅話，你會有少少嘥咗去。自己可以更加推斷呢個論點嘅空間，而變咗去講一啲未必太影響你自己主線建立嘅位置啦。而反方面係個拗同佢拗一啲 minor 嘅位，個問題就會在於就係，因為變頭利弊比較唔同啊，你哋自己識講啦。但係你哋就係感覺上就係咁問佢，喂，唔係啊，而家呢一單就先發單，咁變咗就係、是、咁，所以你自己本身想講嘅利處係邊咩咧？其實你係見喺你講嗰個關愛做本身嘅利處嗰方面，你哋個塑造畫面係塑造得唔係好完整、唔好清晰嘅。咁你將嗰啲時間去講翻清楚，而家幫我再行之有效發覺，我會覺得係比較幫到你哋自己咯。咁所以有時咧就係辯論就唔好貪啲時好快啦，所以諗清楚啲究竟對自己嘅推論有啲咩幫助，先決定要調整將嗰啲時間用喺嗰方面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主線 follow 嗰方面啦。咁我覺得兩邊都有啲甩嘅。咁首先講正方啦，嗱正方呢個我又覺得唔知係甩嘅問題定用字嘅問題咧，講咗一個叫對人對事定對事對人嘅概念。我好難理解，但我又覺得有少少困難嘅地方，我想問翻清楚嘅。你哋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如果有咗呢個關愛座，或者令到啲人嘅關注點就係你究竟有錯定冇錯關愛座，而佢背後究竟佢係咪真係有需要人？我唔係好清楚你哋對人唔對事嘅意思。我哋講即係對事嘅人咧，就係講緊錯關愛座嗰啲人唔一樣啦。咁所以咧，有關愛座啲人就批鬥錯關愛座嘅。但係嗰件事咧，就係講緊如果同樣有批鬥情況發生，係講緊點解成車人咧都係坐緊，但係冇讓座俾有需要人士。我即係我姑且理解為，而家嘅關愛座啦，啲人就會睇咗係關愛座啲舊嘢，有人坐定冇人坐，但係唔係即係討論翻背後邊嘅意識形態嗰啲嘢嘛，係嘛？咁我咁理解啦。但係我個人覺得就係、是，其實你主編都有講呢啲嘅論點，但係你用咩對人對事呢個，覺得有啲混淆嘅用字。即係我建議就用翻啲清晰啲嘅字眼，其實應該大有時間可以更加清晰咁表達啦。咁另外咧，就我覺得甩咗幾個位置，就係、是、第一個位置就係咧。其他位置就手旁，咁你去到後期就係不斷話批鬥、批鬥、批鬥、批鬥，有冇批鬥？咁但係我覺得你講嘅批鬥就主要都集中喺啲人坐關愛座之後俾人鬧啊嘛。但係你應該仲有個論點係講緊話，啲人就係淨係鬧關愛座啲人，但係唔理自己若坐普通位置都有需要去幫唔幫讓。咁我又覺得你甩咗呢個位有少少甩啦，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咯。咁另外一個位置你甩咗就係、是，即係需要嗰樣嘢唔存在絕對定論啊嘛。我嘅理解係啦，你嘅論點二就係、是、你講話其實冇明文規定，而啲人自己都未必話對於有需要冇需要冇一個絕對嘅共識喺度㗎嘛。咁我就
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咁就正正就係背後一個意識嘅問題，就係究竟雙語真係存在住教師咧？咁但係呢個位佢後邊咧，好似全部都簡單歸化為有批鬥冇批鬥，咁我就覺得有少少可惜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咧，其實你主辯咧係都幾聰明，就一開始就戴咗頭盔啦，就話我哋唔係話解決批鬥根本，只係純粹係話令到佢冇咗個箭靶去刺激啫嘛。咁我個人覺得嘅話，如果係咁嘅話，其實你哋可以繼續用翻呢一套演節去回應翻對面，而唔係純粹就係講話，誒究竟個風氣係點，風氣係點？你可以講翻就啊，係我知道風氣係其他都存在，咁問題係我而家少一個刺激，咪少一個刺激，唔係更加好嘅對於成件事嚟講，即係我盡量善用翻你自己主線嘅咁清晰嘅演講，咁樣講得好啲啦。而反方咧，就印象中咧，你哋主編都有講個本質咯，即係類似講啲就係啲人做成點係人嘅問題啦，唔關個座位問題事。其實我個人覺得係可以回應到對面一樣嘢，就係、是美德嗰樣嘢，即係佢講到話讓座本身應該美德，唔應該係責任嚟噶嘛，係嘛？咁其實而家關愛座都係自願性質嚟㗎，我從來冇話拎住把槍嚟講話，喂你一定要咁樣。其實我哋從來都係一個自願性質嚟㗎嘛，所以即係會唔會係如果本質論嚟講話，佢本身嘅制度設立上嘅話，其實完全係一個自願性質，其實係冇問題㗎。但係如果你出現咗一啲背後嘅一啲嘅後果，或者係可能係公信嗰啲嘢，咁嗰啲係人嘅問題咧，就唔係我哋呢個制度嘅問題。即係我個人覺得你可以嘗試咁樣去分開兩件事，令到自己嗰邊可以粒射薄啲咯。即係咁樣就好似回應到對面，又可以回應翻自己條線啦。同埋你哋喺二副嘅時候咧，有嘗試咧去講話啲咁樣比較利弊，咁就噏就講下我哋班有啲咩利處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嘢都係冇建立清楚就怎講一啲 term 出嚟嘅。即係例如講話我哋依建立咗個文化意識啊，十年嘅結果，咁但係我就會諗咩文化意識係虛假嚟㗎嘛？即係我就唔好判斷到點樣定得出到咁嘅結論出嚟啦。同埋日本卷土重來要再起呢樣嘢，咁代唔代表呢樣嘢本身係成功到建立到一個文化？即係我有時成功覺得係只有更差冇咁差嘅比較難度，呢樣嘢成功建立到啲咩？所以我有時諗緊就係用個例子嚟，係可以好直接咁推論到就係有一個確實嘅利處喺度嚟咯。呢個就要小心啲運用啦。同埋另外咧，我有好奇位就對於兩邊嘅反方我都有啲好奇。正方就應該係大澳，我估你都係想推廣到人人都有個意識去做啦。咁我就建議你起碼喺二或者二邊，你都用多啲筆墨去講我哋點樣教育啲人啦。雖然我知係好理想化、好開放嘅，但係都循例講下啦。咁而反方嘅我就會覺得你哋咪拋個帖子出嚟嘅。啊，我唔知係幾好定唔好啦。當然係後場拋嘅，但係我又會覺得你都可以大概講少少點樣去執行帖子，因為我一直都好懵，其實我唔好理解到咁即係點啊，即係我提前去。咩中心攞個帖子話啊，我係有需要。咁如果我真係嗰日突然之間先嚟 end 同，咁我點樣去提前攞嗰個帖子咧？即係我唔係好清楚啲執行嘅，可能我問啲嘢比較婆媳啲，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講少少執行位置，我會清晰啲咯。係啦。你個重點唔係去分割乜嘢。
嘢叫格，乜嘢叫責任，乜嘢叫原則，而係你應該更加話俾佢聽就係，我哋個社會或者關愛在宣揚緊邊一樣嘢，而可能你覺得原則係更好嘅，跟住話俾我聽，關愛在點樣削弱咗，令到啲人覺得佢唔係原則。如果我就會發覺，你哋好多時候去到後半都仍然好著力咁樣拗緊，而家你好好多時候要解俾我聽到責任同原則嘅分別，但我覺得嗰樣嘢又係一啲唔係咁好容易可以三言兩語解得清。我其實很喜歡你的第二個論點，但我覺得今天似乎正方不是真的執到你第二個論點的核心，我覺得，因為一開始我第一次聽第二個論點就是你告訴我，其實我覺得今天正方已經預料人家會說不能夠減少紛爭，所以你說紛爭不是減少，但我們現在看到這一件事是一個紛爭容易引起紛爭的東西，還有我覺得正方今天有一個講法挺有趣的，你說為什麼容易引起，因為關愛在改變了以往我們分配座位的原則，由一個所謂按這個的先後分配變成按需分配，而按需這一樣嘢很難定義，所以這一樣嘢原則改變引起個紛爭的改變。那我覺得這嚿嘢其實很突顯到關愛在那個特質，但很可惜其實這嚿嘢長轉變題之後，覺得後面其實完全沒有人再提這個所謂原則的改變。那後來你又變成純粹，因為你變成越打越，我覺得在這個位置有點極端，因為你打到後來就會變成是今天我們覺得零容忍咯，紛爭這件事一件都不能多喎，但我覺得歧視，因為歧視可能是你不明白，批鬥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個社會容忍到連批鬥都不能存在呢，又好像未去到，不過反方想不打這件事，即是有很多東西世界上其實是不是去到，即是今天死人鬧鬥到有紛爭有批鬥完全，但我反而覺得正方你想交代的事不是這樣，你覺得這一件事很惹火的原因是因為背後的準則的模糊，正因為一個很模糊的準則很容易讓社會引發紛爭，這個才是正方原本想說的，但我覺得他的後半好像不見解，還有第三個論點，所謂善用或者用翻嗰啲資源呢一樣嘢，其實又係後邊好少講。咁簡單嚟講就係，正方好多關愛座嘅嘢好好，但係反而今日去到後半段，尤其去到熱辯，亦都唔見曬嘅呢扎嘢，反而係用緊一啲我覺得唔知係臨場諗到定係你喺設計反駁嘅時候，你嘅反駁同你嘅主線之間，往往有時唔係真係咁扣連咯。咁就變成我今日覺得有幾個攻擊位係有少少奇怪的。例如我都真的聽不明白為什麼人對事，因為我很 practical 地想，我們平日批鬥是怎樣拍片的嘛，那我就拍一個吳釀座的後生仔，那我今天就拍一個後生仔，他是關愛在吳釀座，那我第二天都是會拍一個後生仔，是一個普通座吳釀座的，那我很難理解就是前面那個就叫對人，後面那個就叫對事，因為後面其實不是想批評這個後生仔吳釀座，我是想批評全個社會的吳釀座文化，但是你反覆強調了很多次批鬥，但係你諗下，你嘅呢個攻擊方法會造成嘅就係個批鬥仍然存在㗎，不過個批鬥轉向咗由對人唔對事，由對人變成對事，好似冇咗。咁我覺得好似個分別又唔係真係好大，呢個批鬥仍然會存在喎，都係會批鬥嘅喎。不過批鬥嘅形式轉咗變成批鬥件事，點解就等於你批鬥人好啦？但係你哋而家諮詢又講緊批鬥呢樣嘢本質上係唔啱喎。咁當然啦，呢啲係反方冇嘗試跳入去攻擊正方嘅嘢。咁我覺得呢一啲嘅攻擊，第三個我覺得正方都講咗，我覺得又捉到咯，同老實點講，因為今日咧，當對方講貼紙嘅時候咧，我明白嗰個貼紙係有啲亂嘅。咁正方嘅講法就係、是，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啊？你貼一貼紙都係，咁但係呢個攻擊其實唔係真係冇用，因為你想冒個攻擊應該係咩？如果反方覺得今日關愛座係可以宣傳關愛座，從而去提升大家關愛精神嘅時候，喺正方價值邊？咁點解我要有關愛座先去宣傳，而我可以直接地去宣傳關愛精神？例如個葉德嫻點解要去宣傳關愛座，而葉德嫻可以叫市民讓座，點解要架床疊屋多咗關愛座呢樣嘢咧？咁呢個先係你應該。如果今日我反覺得反方如果講宣傳嘅話，正方應該一早就已經將佢個宣傳搶過嚟，就係、是、如果反方同學認同宣傳有效嘅，咁何不直接做宣傳咧？點解我哋要？即點解我哋要多隔層化？我覺得正方係你會跳落嚟嚇，咁啲貼紙改咗之後，而家關我有個分別，我覺得有少少捉我都唔識點講，所以就覺得正方咁幾曬，即簡單啲講，我覺得正方個建議就係、是，如果你一開始冇貫徹你對於關愛座嘅價值，佢本質上嘅問題就在於，例如佢宣揚嗰個唔好嘅，唔係最好嘅風氣，第二
佢係一樣好容易引發紛爭嘅嘢。我覺得付錢呢樣嘢去打嘅話咧，咁我個人覺得係會比起你哋今日喺嗰個攻防嘅策略，就好似你揀嗰啲紅利轉面冇乜關係。咁相反，白方嗰度，我覺得咧，你嘅攻擊有啲係幾好，但係調翻轉你自己想講嘅嘢，往往好多時候就我覺得比較模糊。因為可能白方出到嚟，你想打電話講，第一你想逼正方全清面題，又再講俾我聽，今日快餐店嗰啲咁點算咧？一開始係有少少，我覺得係有啲意外嘅，即係無啦啦好似拉條。但嗰樣嘢為你帶嚟嘅優勢，就只係在於你問完，我覺得正方回應好快嘅，即係佢好快就答咗你。雖然我覺得都即係唔使咁認真地答問過，但我覺得咁、那個關注點都唔喺呢一度，咁嗰樣嘢好爭議啊。就算取消嗰時上嘅利潤都唔係好大，我覺得呢樣嘢打和。但係反方又好似反覆不斷咁樣問你啊，我哋咁快餐店嗰啲點算啊？點算啊？其實好有用啲輪椅啊嘛。咁我覺得呢個支持其實嘥咗反方。因為問一下可能得，但係嗰啲法官嚟點用咧？我個人覺得唔應花太多時間。第二嚿嘢同樣嘅就係以偏概全嗰度。咁你問咗好多次，哇！以偏概全呢樣嘢，我有幾萬單嘅喎，每年有二百幾億人次，咁係咪發生一兩單算少？正方都可以答佢咧。咁點解我哋反到前邊？全香港佢有幾廿萬件長線片啦，真係揼死人都得幾單嘅啫嘛。我正路傻，我點都唔識你嘅字係啊，我要取消佢嘅，都反對。咁嗰樣嘢個問題唔係在於次數多寡嘅問題啊嘛，港鐵你按照佢邏輯都係嗰句㗎，咁港鐵唔使安全啦，你諗下港鐵營運十幾二十年先第一次拆過啫喎，咁咪相撞啦，咁港鐵啲安全問題都唔係問題嚟㗎嘛，按照佢邏輯，四線嗰啲嘢每日都港鐵一年三六十五日十幾年港鐵先得一單係四線同位㗎喎，咁按照你邏輯都唔使理啊，咁你可以咁樣已經撥走，但你又好認真地同佢討論咗好耐呢個數字邊個問題？但反方呢樣嘢你又明白，呢、這個以偏概全唔應該係你今日去決定，因為嗰樣嘢冇利冇弊，你只係質疑緊對方有冇充足嘅弊處啫嘛，你明唔明意思？但係你又冇乜，又唔係關愛做嘅事，反而關愛做最緊要嗰啲利處，我又覺得係滲咁樣出嚟夾埋，真係好明顯。例如你有講到嗰啲幫助老人家，例如佢哋安全問題，咁我覺得你花嘅篇幅係好少，同埋我覺得有少少。你有兩個論點，第一個係幫助老人家，第二就係呢一樣嘢有助結構個關愛文化，你用咗人好多例子去助成，但其實正方係一個回應嘅，即係例如正方講咗兩次，入好多 case， 雖然我都有時唔係好明，即係正方我解完之後，我都覺得我依起講係一種解釋先啦。佢話咧，因為日本人咧係好禮讓嘅，所以佢唔讓座喺日本嘅文化入邊咧，係因為佢唔想麻煩到你，所以佢先至有。咁放翻喺香港取消係咪一定會咁？定係點咧？其實正方我覺得又冇，咁但我當你有回應先啦。咁第二個就係有關於嗰、那個，佢亦都唔止一次強調，就係有好多其他九八嘅優化措施，可能你嗰個利處係因為其他嘢，但我覺得梁連反方好似當冇乜聽過，因為去到見面嘅時候，仍然有少少直接地再將自己嘅論點重複咗一次，就係話我哋取消日本取消咗之後有咩問題，又或者我哋都幫緊啲老人家安全咗。咁我覺得呢一步嘅跟進就有少少似乎喺場比賽冇走。所以變咗呢啲內容冇令你後半場再加好多嘅分數咯。咁所以我就覺得今日反方如果幾先反方嘅建議就係、是，我成日都辯論，即係其實正方唔係啦。喺辯論場上，有時我哋會有攻擊，有時會有自己嘅主線要講嘅嘢。咁但係你永遠記住攻防，成日辯論，真正說服係官嘅，係你嘅立場同埋論點，嗰啲先係令我覺得你，即係正方嘅主線先係令我覺得取消關愛座係利人。反方今日你講緊取消關愛座啲真係實際嘅弊處，又或者關愛座好有啲咩好獨特嘅利處，先係你應該要論證而係嗰啲實際嘅論點。我覺得呢兩樣嘢應該要扎實地處理咗先。咁今日大家喺咁做咗嘅同時，咁因為我覺得正方喺呢個扎實度一開始就做得好啲，反方呢一度可以加強。調翻轉攻擊度，我又覺得正方方面諗嘅就係你嘅攻擊係咪同你原本嘅嘢兩者能夠？其實我花了很多時間打了很多支持，而這些攻擊沒辦法配合回你原來的指示，那就會有點可惜。尤其是正方，因為有很多時候評判都會對正方的論證要求的責任高一點。但是你反方的建議就是攻擊強的同時，你都要即是你的攻擊都能夠可以拉回落到最後原點，你都希望去進行比較的，繼續比較的辯題，這樣就會變成攻擊不是只是為了氣勢，或者只是為了那個攻擊能夠令到對方無法回應，因為我會考慮你個攻擊對於真係摧毀對方嘅論點，同埋建立嘅立場有冇關聯性。咁呢個我都可以大家即係攻防平衡，甚至可以。
批斗人士，有關外在批斗，係有關外在就批斗嘅人，跟住你得就有對錯之分，責任就有對錯之分。坦白講，我真係唔明嘅，即係我都覺得我唔係好蠢啦。咁我再聽埋大家嘅評判，都應該係好叻嘅人啦。都唔明嘅話咧，其實係好有問題嘅。我哋必須要留意一樣嘢，辯論係一個用言語去說服人嘅一個任務啦，同文字係一樣。文字我寫一本書出嚟，我寫一啲好大嘅道理，我睇完一次，我可以睇三次，睇完一句再睇一句。但係語言咧係一瞬即逝。你講完我唔明咧，影響係咩？我唔明一個嘢。如果你係一個覺得一個好 strong 嘅 point， 你用咗我用嗰個唔係人話嘅嘢講出嚟咧，你會嘥咗你嘅論點啦。第二就係、是、一個人好簡單，我聽唔明呢句嘢咧，跟住我會諗，跟住你往後講嘅嘢我都聽唔到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就即係一指錯，後邊全部推冧曬，我都聽唔到你講嘅嘢。仲要最大問題就係你哋不斷講，我感覺上你覺得呢樣嘢好有力，或者好勁。但係好坦白講，其實呢個係對你個摧毀係大於個建設咯。即係你請你講俾我聽就係、是我哋成日話最好嘅語言溝通就係、是、無論嗰個係大學教授又好，中學老師又好，即係我唔係歧視啊，即係喺街邊一啲小販又好，清潔工人又好，牛頭角順序又好，都要聽明嘅。呢個先係一個最好嘅語言嘅表達方式。所以你見好多好有名嘅時事評論員啊，上網講嘢嘅人咧。係講嘅嘢係唔使你諗嘅，啲大道理簡單地講先係一個好嘅溝通方法，而唔係用一啲即係其實你講完之後唔知講乜嘢嘅，好似好有邏輯嘅嘢。當然我覺得你呢兩句都冇乜邏輯嘅，其實即係美德點解就係冇對錯之分咧？咁其實美德同責任，即係譬如話讓座，咁呢個係一個美德啦。咁但係都有個公民責任，即係呢兩者，正如剛才其他位評論所講，其實唔應該喺度對立面。你喺度玩緊文字遊戲，但係你玩得唔夠高明。咁另外反方咧，就我覺得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自己覺得咧，辯論比賽咧反方係比較容易打，因為你破人哋啲嘢啫嘛。即係總之你唔啱嘅，其實我唔使證明。我有好多論點係一定係確立到，但係我點講到你講嘅嘢唔啱咧，其實對於個辯題嚟講，即係我已經做咗第一步啦。咁 OK 嘅，你哋，但係有問題就係你永遠都係跟住佢節奏嚟打喎，即係佢問你啲好，其實兩位評判都上過科學嗰時嘅啲題。小學雞啊！即係佢話：喂，嗰個標誌，你咁你話咩顏色啊？咁跟住你好認真個面，你出去諗咁樣答佢喎。其實呢啲嘢你根本就唔使咁認真幫助你話，你根本一句就我哋根本唔使討論呢樣嘢，係啦。甚至你我只話你話，我哋根本唔使講呢樣小學雞嘢，話緊要問題係呢樣，係啦。即係你唔好跟住佢節奏啊嘛。其實你喺你嘅講嘢嘅嘢裏面，我覺得有啲都係一個我覺得幾 impressive 嘅 point， 例如你講到話。究竟網絡批鬥嘅因果係咩先？究竟係因為有關外在而引致到有網絡批鬥啊？定係其實網絡批鬥呢樣嘢根本就喺好多範疇都係有出現，其實唔關外在事嘅。即係如果我哋因為有呢個現象而取消咗一樣好嘅嘢，其實個係站唔住嘅。咁但係咧，你哋就我覺得對方質你嘅時候咧，你永遠就係去問一樣，你係好認真咁答一樣，咁點解唔去用翻你嘅節奏就係、是？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最強噶啦，我就係用嚟統寫你噶啦。咁你答嗰個為止，你答唔到我再問，你答唔到我再問，係啦。即係令人聽嘅時候，你會覺得喂，你真係有一個好強嘅理據。即係正如剛才你所講，你唔係去同佢喺度，即係你係打喺度啊，打喺度，但係啲攻擊根本係冇有用嘅話咧，就嘥咗時間，係啦。咁另外，我覺得整體感覺我做咗兩場咧，嗰個自由辯論嘅情況咧，大家都覺得唔係理想，好亂啊。大家咧都係永遠都係好似咧就諗定一啲嘢，咁啊問你預咗你唔識答噶啦，咁啊其實 track 佢，咁但係咧冇交流啦，同埋即係其實根本就好似大家打亂槍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要檢討下，其實究竟嗰啲質問啊或者自由辯論嘅嗰個環節其實作用係乜嘢？唔係去問你一樣嘢，你知唔知啊？我都話你唔知㗎啦，咁樣即係你嗰個維持住一個自嗨狀態，覺得佢答唔到你就覺得好好。咁但係我做一個評判聽就係、是。我兩節我都覺得即係口舌咯，大家都口舌之爭，小學雞都成就大教，又唔係一啲好強嘅。我覺得係咪應該嗰個問題可以唔好用呢種方式，就係我問你，跟住如果你唔識答，我都話你唔識㗎啦，即係嗰度你好嗨啦。咁但係其實應該即係你提問嘅時候嗰個 statement 都長翻少少，係啦，你請你答我，係啦，點點點。
咁樣去講完之後，你答唔到我，因為咁樣諗係嘛？即係唔係？你小話唔識㗎啦，即係嗰種，我覺得就。